的国家到讲总统去，讲咱来一问一答，你敢有冇看过这個？我们华视局有特别做了一个表，但那里面就已经对于有对于国情这一个报告的部分了，大概几个国家很清楚在里面。那面就是、我问你讲有无？你是嘛？我叫我家己看，你安尼蛮无？哦，恁家你呐国民党在啊，当然即阵你得叫人搅死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无感动，我对你算足尊重的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莫迄部会首长以后大拢学你，讲啊恁另外恁的秘书长都拢安尼，讲恁家己看。哦，不是，我知道，你是老先生。我收回，哎，收回我刚才所说的话哈。你是韩国瑜叫你来我们去部会哦？哦，没有，谢谢你。我不会认为我对你是上对下了，我会跟你讲理的。但你这个叫不讲理的，这不行啦。诶，人前几工啊咧讨论讲，迄没收委员的咨询迄啊，你是怣甲袂用去甲恁院长甲提醒一下吼。你做秘书长，你失职咧。我若要甲你做案来乱，你就去我乱死。我甲你讲，啊，你我是希望你吼，对韩院长尽力的去辅佐他啦。毕竟吼，伊个个性小辣辣啦，你知唔知？伊人足趣味的啦，啊，小小啦。啊！你啊，你啊，甲控制一下啦。